吃。在家能吃到这些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会把虾留着不吃呢？为什么先把米饭炒菜吃了呢？为什么呀？一会儿再吃。为什么一会儿再吃呢？是舍不得吃吗？还是？俊姐姐妈妈做手术了，她每次发的牛奶啊、水果呀、啊，或者是酸奶，她都经常留，很懂事。就是像今天的这种虾，或者是牛奶，哎，她自己其实很想吃，但是她觉得更要分享给自己妈妈。就干嘛？